游戏。好，那在开始之前哈，牧师一样带领大家来做一个祝福祷告，为我们今天的行程今天的课程来祝福哈。那祷告很简单，只要把眼睛闭起来，那牧师念一句，你们跟着牧师念一句，我们就可以得到从天上来的祝福。好了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再次带领我们来到三一教会，求主耶稣帮助我们透过诗歌感受神的爱，透过故事启发我们的生命，也求主耶稣让我们在今天能够守秩序，尽心尽力做好每一件事，也求主耶稣从天上赐下满满的祝福给我们。这样祷告奉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那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今天要带游戏的教导老师，我们拍手欢迎教导老师。我们的我们有声音打开，有吗？看到我的声音吗？没有，是没有声音。有的，有听到我的声音吗？有。第三天，二三四天是礼拜四，对不对？那你跟你那一组的小朋友，你们认识了吗？还没认识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那我们来感受一下，现在你们都，两个，找两个。如果等一下没有找到你的伙伴的，好，请跟老师讲一下。来哦，好，两个。Yeah.
对，那我们现在玩一个游戏，注意听哦，注意听。现在你要去找人家剪刀石头布。对，注意听。对，找人家剪刀石头布哦。输十次的人，输十次的人就赶快来这边集合。我要收集几个小朋友。好，所以等一下给我一点音乐哦，等一下给我一点音乐哈。音乐下的时候，好，音乐下的时候就表示开始。然后我只要我这边呢，哈，我要有十个小朋友，所以你要去找人家猜拳。那你自己要记录啊，自己要诚实哦。好，你要输十次，不是一次次输着带。台语听得懂吗？好，我们昨天玩台语接了，对不对？输十次的小朋友就可以先来到这边。好，那准备好了吗？剪刀石头布会了，你不要一十次也跑来前面哦，要输十次哦，输十次哦，还要去找不同的猜拳哦，要去找不同的猜拳，不能一直跟他猜，一直跟他猜，一直跟他猜，这样十次没有。
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，我们会不会遇到挑战？会。会到挑战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有气馁的时候？会。但是呢，上帝呢，他所有的安排，他都是美好，都有他美好。就像今天呢，好，看到我说的小朋友就可以前面，那我们就会准备小礼物要送给他们了。我们今天送这个，哇，今天送这个，好棒！来，其他的人要帮他们鼓励一下，等一下我邀请那个飞鼠要帮这十个人拍照一下，好不好？他是不是要拍镜头？哈，拿到什么都是好的，都是像美好的指引，好吧？来来来，来。Yeah.